来评论区斗图。评论区斗图早就习以为常，用一些梗神图来互娱互乐，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交流方式。我们总能在各大评论区看到这种非常有意思的表情包，张张梗味十足。比如这张穿着白色死神的冷山猛男，梳着中分的电摇实习生，蓝色妖精我最爱，电摇速度就是快。那这些图到底哪来的？怎么做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在斗图之巅活动页面内找到斗图神器，进入后里面有很多素材都可以随意搭配，就算你不会 P 图，也可以轻松做出属于自己的表情包哦。哎，这个发型好像有点……他还能自己上传素材，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创作自由空间。那我就来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表情包吧，把我头像调整到合适的位置，再穿上蓝色妖姬切尔西，位置可以随意调整。哎，这个表情还不错，挺可爱的啊。我们再换一个看一下，调整合适位置和大小。哎，感觉这个也挺搭的呀。再换一个试试。哎，这个挺好看的，就这个吧。手上空空的，遛只狗吧。另一手给他拿把大宝剑，头上戴个小皇冠。你们在做的时候可以自由搭配啊。再配上一句，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是对手。最后别忘了点保存至相册，发布到评论区获得点赞，就能提升你的段位哦。还愣着干啥？快把你珍藏已久的表情包发出来。又是评论，下次一定老非凡。我也白嫖你视频。读到我放过宣传女装。皆さんどうもおはにど。ぽ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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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读到我宣过去亲渣渣灰。读到我杀了老非凡。老非凡，看看这条评论。哎呦，我去！别跑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读到我把渣渣灰马桶盒子全偷了。哎呦，你干嘛？娟哥还要在鸡圈吃饭不？哎，在鸡圈吃饭就是爽。哎呀，我的肌肉。方国轩，我要在你家门口白嫖。我让你白嫖，我要嘎了你。轩哥，你能打篮球吗？OK， 兄弟们，所有目光向我看齐，看我，看我！我要宣布个事儿，我今天开了个新坑，原版纯生存啊！那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想致富，先打树。我们按住鼠标左键，把你的树全砍了，全砍了，全砍了！哦耶！哎呀，那我们去下矿吧。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大矿洞。哇哦，钻石！这么多钻石，我得赶紧挖。把你矿全挖了，全挖了，全挖了。哦耶！哎，我们还是换个矿洞吧。哎呀，挖了整整一箱钻石啊！我这航天文创兔神凌霄皮肤就是帅。把钻石全偷了。哦耶！记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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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熟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报仇。按照老齐的套路，他晚上肯定要让鬼帮他关灯。对，我就去帮他关灯。在吗？鬼帮我关一下灯。哦，我不是鬼，但我帮你关一下。日好的灯下，那你是谁啊？哦，我是方慧雪，你不要过来。